有两项就是，是一个，就是这个项目非常困难嘛，就是也是雪上项目最难的一个项目之一，所以说练的人很少。然后我们从20个人，然后一点点缩到现在只有5个人，然后最后一年冲刺也是只有5个人。嗯，估计拿到那个资格的时候，当时心情是怎么样的呢？心情特别激动，然后教练员还有领队就是特别激动，然后就是都反正现场都比较累了。北京前段时间在北京那个洲际杯完事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个备战冬奥的这个计划了，然后现在也是正在实行，然后每一步训练都是按就是我们教练员的这个计划走，然后目标是打进前30或者是前20左右。